陪伴家己人将近四十栋的老戏院、新型戏院，四栋前休业，在地知名建设公司兴业集团买下戏院以及基地，牵手当代艺术家林瑞杰举办首场的艺术个展《国王的森林城市》，上大艺术作品重新点光新型戏院的古迹，也展现地方的文创力。在地知名的建设公司诚意集团将停业四栋的新营戏院一楼进行成为艺术空间，和当代艺术家林瑞杰合作举办第一场的创作个展《国王的森林城市》，伫咧十八号开展，吸引真侪观众到场来参观。伫咧参展作品当中，长度七公尺、宽度3.5公尺的雷之帽，相当显目的大型气球，非常高水，也是展场内底上大件的艺术作品。观众纷纷摕出手机啊来翕相。这一届的展览也是林瑞杰投入创作以来规模上大，展出的作品上侪的一届个展，有超过70件的作品展出。透过分享创作过程和展品，和平将暂时袂记住生活的烦恼，进入林瑞杰的魔法世界。林瑞杰创作个展，每在多元丰富，充满热量。地点伫咧新营戏院的古迹，象征新世代和历史文化经济的融合，嘛展现着家己市的艺术力量。定期对这日起到10月15号为止，每天透早10点到下晡的5点半免费参观，每逢礼拜和拜一休馆，欢迎民众前往欣赏。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4个口诀。寻道清刷，寻道清刷，对，经常去寻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寻寻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哈，没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运掉，哈，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咱来给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的爆发来。好，阿兰打个心肺，他给你扣的。好，谢谢。哎，大哥你很好，我是西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得咱那个菜园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像安尼，哦，做一种较大桶的，那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好环境的清洁，如果有肺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寻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防治，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一定。